有的人呢就是比如说我们都大概约6点半7点嘛、嗯、因为我们老人家都吃的比较早，然后呢他来了就先大概8点半他就喝醉了，就躺在那边，哎，9点半叫他起来他又继续喝然后呢在他那边的这位大师贵伟大师，他也是我的酒友之一，可是呢他从头到尾他可以6点半准时到，他一直吃到9点半快10点了他还在吃，哎，新梅姐你这个不吃啊，来给我连火锅汤我都会端过来对，连我的火锅的汤哦他也要自己加汤，这样子这样子好朋友，嗯，好，因为我不喝酒啊。对对对对，那老师跟您报告啊，这位跟你比较接近，跟你比较接近，看得出来了。他也是很爱吃，对，但是至少他大概吃2口，会平均跟我跟小凤凤干一杯。OK， 我是又有食物又有酒，都可以。对对对，楼上那位小我的老板，他8点半就开始哇哇音啊，会直接变身哦，会直接变身。这么高的一个人，这么高的一个人，然后就依偎在你的那个。肩膀，你看，他喝的是雄黄酒啊！对呀，娃娃呀！等一下去哪里呢？很可爱啊！这一位呢，没有用。等一下，你再自己说。其他三位，我们有空就欢迎一起来。好的，就来听听看看，就是他们适不适合这种局。有的人会很怕这种局，有的人就不怕啊。哎，怎么才第一次见面他就感觉，嘿，认识很久了，对对对对对，狼那种啊，厉害，狼就喝到底呢啦。对啊，不会像他们有一些人妹妹干很多。我最近可能比较害羞啦。不知道讲什么，对，然后所以今天你帮我们整理一个，有叫社牛，我本来不懂，我知道社恐，可是社牛要来，我一开始也不知道社牛是什么，哎，牛人呢？牛人是厉害的人，社交牛逼，社交牛逼，社交牛逼症了解了，所以呢，你是属于哎，其实我也是社恐，而且双子座很极端哦，他有时候会突然变得很你看人吧，是不是老师？没有他慢熟，我少了一点饮料，真的是少了一点饮料，跟学长一样。如果有一点酒精的话，我会变成社牛。但如果没有酒精的话，我真的是蛮社恐的。对，可是你很快就 get over 啦。所以我社牛的时间很短。射程很短，这样。好，那我们就先做测验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测验很简单啊。这个最近投资市场很热嘛，那朋友有一笔闲钱，这个闲钱可能不小哦，也许是200万之类的啊。好。进入投资市场结果如何呢？你这个朋友应该大家都有一个这样的朋友或长辈吧。一，非常谨慎保守，结果就是没赚也没赔。第二，买绩优股就放着不管，很平常心，因为他觉得不懂就不要做太多。三，遇到诈骗全部赔掉。哇，就这么巧。四，有可能很有运气，他果然很捞了一票，居然就一倍赚回来，就那么短啊，让他开胃了哈。好，1、2、3、4，各位，你的这个朋友结果如何呢？请直觉。朋友有一笔闲钱投入投资市场，结果会如何呢？请依直觉作答，选好之后就请唐老师公布答案喽。好啊，那我们就来揭晓一下，好不好？那待会就可以看看答案了哈。来，我们揭晓你潜意识的社交恐惧指数。这个有可能会相反哦。我在想，就是潜意识，潜意识是。哎，因为我们在演艺圈的人看起来都是社，对，我们一定要装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实际上你里面到底是什么呢？对，先看我好了，因为。我觉得我不压高，蛮高，就是恐惧。OK， 因为你们看我内在，我约的就是那几个，妖魔鬼怪，可是你会约人呐？啊，你会约人，至少会快要约鬼吗？我们的最高指那个指导就是不要理我啊，不要约我，不要约，对，不会主动去邀，所以你不会主动，我也不约你，对哈，对哈，好哦，那我有可能社恐，新梅姐是社恐还是社？如果你跟我选一样，山的人选择这个哈，遇到诈骗，那么你潜意识的恐惧40。没错没错，没有没有，就是没有那么恐惧，偏低的哈。好，察言观色，社交场合有人吵，他就属于安静的那。蛮准的，对，真的蛮准的，调配的哈。对，我通常都是最安静的那个，对不对？对，嗯，因为你都约了很吵的人。而且他好呛哦，在累积太多了，所以他
我根本没有办法讲话，因为很吵。好哦，剩下两组了，120哎，太高了啦。这两个应该就是一个很牛了，然后一组稍微恐一点，那你来开啊，好，你决定。那当然就是我们先来看小云跟云喜，好，这一组哈。好，如果你也选到这个大赚一票的啊，那你是社牛还是社恐呢？恐惧程度70，这一组人应该就是能闪则闪，理由千奇百怪，不带重复。但如果是不能闪的，必须去的啊，这一组也会去。就小云姐，这个好准哦，对，超准的，能闪则闪。就是如果今天那个名单 list 里面没有我，就哦，赶快走这样。但是我不能被 cue 到，哎，小云你不去，哦哦，好啊，这样子，随时有个上班跟下班的模式。这一组，我个人觉得他们是有社交面具的，就是社交脸，他是戴上去，你一定一点都看不出来他里面。可能本来是不太想来，对，看不出来，对，好厉害。所以就是我说，我常常就说我自己很害羞内向，没有人相信。小云，你真的比较不像小云，是社交恐惧、社恐脸、社交脸，你是塑胶脸。怎么了吧？就觉得他，我今天来，觉得他啷啷喝啊。我觉得允许是天秤座嘛，对，天秤，天秤座又特别能够忍，就我的意思是说，假设他很恐好了，好，假设这个天秤很恐，他一定可以演到你看不出来，对，因为他会忍耐，他会忍住。那小云是母羊，母羊比较不会演，对，母羊他在演，他觉得他自己演得很好。没有没有，母羊是不会演的，所以他当他演的时候，你看得出来尴尬。哦，这是母羊跟天秤。现在最笑容，现在最笑容。公关笑，公关笑，公关笑，公关笑。那对最后这一组当然就是社牛了啦。恐惧只有接近零啦，哈，10%而已。社交如鱼得水，不出门社交才会生病。一定要出门一下啦。